台南就会即马经过修复，已经开幕了。目前恢复着伊日本时代的风华。然后嘛，曾经和国民党政府的中华民国美学改创个乱七八糟，而且阁和一堆前国民党的议员霸占。好个在即马恢复啊！即天是重新开幕的园游会。上。别倒了，番茄地来这里。伊、本来是连起来的，你啊看，周会甲伊的这个周厅是连起来的。就会伫国民党政府时代，其实内部马洪盖过。这门以前是封起来，即马重新改造出来。台南州的议会本来是在台南州厅内底，也就是现处时的国家文化馆。后来因为州厅的会议空间无够，所以利用着州厅边的停车场独立出来去台南州会。这个窗啊是日本时代的上下拉窗，看起来整个的采光做了非常的好。因为重新开幕，所以请文史的工作者来巩固。这个上大的空间，在以前其实就是大会议室。这是东区的大会议室哦。嗯、对，这以前就是这样。那这弄上来就上去了。这是过去的横架，是一种有过呀洋小屋的形式。以前酒会甲酒厅之间的通道一定封死了，啊，将来这是要做啥？做会家？图书馆啊，对，这边是图书馆。啊，不是说228的，对，都有，都有，都有一个复合空间，所以也可以考虑把它打开，对不对？希望。这是伫天花板顶馆的菜根汤，一流有大合唱的表演。剩什么的空间休息，这些空间也算很大呢。哦，议会那个原来的议会那个空间，对对对对。
咱若来台南佚佗，即马咧看的历史建筑一定愈来愈侪咯。